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。Danny， Hello， Hello， 我们来到了中壢，这边新开了一家烧肉店哦，是三七烧肉专门店。它里面有三种价位哦，我们点了最贵的这一个，好多都可以吃哦。你点这个的话，全部都能吃得到，我就可以吃到乐眼牛肉，还有超大的阿根廷大鱿鱼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玩游戏哦。哇，有没有看到我们要玩洞洞乐，抽到什么你就可以吃什么。我先点名点的，这就是谢夏冰，还有这个凤螺。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这个是凤螺。这个是瓜牛的一种吗？好可怕哦。摆下去要帮忙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烤瓜牛呢。快了，你看它这边已经有汤汁了。美美的凤螺好了耶，我们来帮它弄一颗。蒸蒸蒸，好，美美尝试吃凤螺。它有跟那个鲍鱼啊，对，九孔鲍鱼，鲍鱼一样好吃。哦，跟妹妹爱吃的鲍鱼一样好吃。下一个给我一个。哇，我们来换姐姐抽下一个。嗯，这个好了。松板猪。松板猪哎。松板猪呢，白嫩嫩的肉。为什么吃不到了？哎，它这个刚好一口一个哎，然后吃的感觉哦。现在换我了，我来选一个，那我就选斜对角这个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澳洲 M9 和牛哎，899就可以吃到的和牛出现了耶！我要来烤这个啦。我有问题，这个和牛呢是只能点这一次，还是可以再点？这个当然是可以继续点咯，这里吃东西啊，通通都是可以再继续点的，就是你吃完还可以再点。好大位置。然后我要盐巴，它这个啊，稍微烤一下几秒，它这颜色马上就变了，你就可以准备翻面咯。哇，它不用烤到太熟。我说牛啊，我的牛好咯，尖尖尖尖，好漂亮的颜色哦。望梅止渴，嗯，没办法，多汁而且很 juicy 耶。它这里啊超舒适的，而且啊点餐它会先送基本盘给你，然后再给你这个 QR code， 然后你就可以扫 QR code 直接点餐，然后它上面还会告诉你说你最后点餐的时间到什么时候，很方便。而且它中间的吧台这里啊，有沙拉、水果、冰淇淋、饮料，然后还有小菜，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抓来吃，这些都是无限吃到饱的，而且可以吃2个小时。它这里的沙拉吧非常大，它也有水果，然后啊，它的饮料的地方有非常多种哦，有果汁啊，有汽水啦，然后还有冰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非常多，你可以自己去装，你要烤什么蔬菜都可以去那边夹回来，还有小菜。都可以夹回来烤，有四季豆。然后你要哪一个呢？还是细的？哦，它这么快就贴到点心了，冰淇淋，你可以去装了。它这边的冰淇淋呀，有日本时盛的冰淇淋哦，北海道时盛的很好吃，它是奶味很重，然后还有泰国的哦。泰国的是水果类的，超棒的。所以你有牛奶类的冰淇淋可以吃，也有水果类的哦，超好吃的。不知道妹妹装什么回来？我装的是日本抹茶和日本牛奶。这是饼干吧？嗯，好吃。哦，好吃的感觉哦。哎，抹茶看起来就很浓郁。来，姐姐，你的第二个，抽哪二号呢？这个。什么是裙带菜呢？就是这个啦，有点像海带的，好像很好吃哎。我最怕的东西，很像海带啊。如何？这边还有配很多小菜可以吃哦，
你这个可以配肉啊，包在肉里面一起吃啊，肉就不用沾任何酱，吃原味，然后沾这个，超好吃的。再来换我，小雨妈妈来抽咯。嗯，我看这边这样子，我抽这个好了。姐姐旁边的是什么呢？乐眼牛排耶，那个比妹妹脸还要大的乐眼牛排，它上面还结冰了。哇，我第一次烤这么大片的牛肉，白白的牛牛。好猛哦，好漂亮哦。哇，欸，它整片耶，如果你喜欢吃肥一点的话，这边很适合。好吃哦，嘴巴是油巴的，是软软嫩嫩的。我呀，妹妹吃了点哦，菜。哎，妹，你今天不错呢，赞哦赞哦。泡菜，妹妹的泡菜，吃一个看看吧。我看看耶，还是再吃一个牛蛙比较好。那，哇，好痛。妹妹也是一个怕辣的人。虽然他敢吃酸，可是他很怕吃辣。看，马上就这样在喝水了，马上喝可乐了。接下来换姐姐，凤梨，凤梨，你神作那一位，我多聪明。这边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哦，凤梨登场，超解腻的。吃烧烤就是要解腻一下，吃凤梨。哇，好多汁哦，肉汁了，肉汁了，不可以作弊。接下来换我啦。他们两个都抽到了小餐，那应该好吃的又轮到我了吧？番茄，番茄，番茄，番茄。我抽到了番茄，它是小番茄，超可爱的，酸甜酸甜，超好吃的。接下来轮到妹妹的最后一个了，大的铁定，大的铁定好吗？哒啦，阿根廷大鱿鱼。看看它这边的大鱿鱼有多大只，当当当当！哇，哎，现在外面鱿鱼超贵的，哎，它899可以吃到一整只的大鱿鱼，哎。我们在夜市呢，看到这种大鱿鱼，一只至少都要150以上。哇，这个一人吃个一只，就差不多快回本了。如果章鱼夹的多，贼夹也不是，多嫩呢，你看，多嫩呢。先从它中间下手，慢慢咬。好，好好嫩的感觉哦。好好，好吃。好，换姐姐啦，最后两个你要哪一个呢？这个。这个吗？我不是不喜欢番茄，这个好。最不喜欢番茄，因为上面有一个番茄，姐姐不要。西瓜。西瓜。西瓜。我厉害呀！我西瓜。它的西瓜很豪迈哦，切得非常大块，又可以消暑。嗯，好多汁哦！我的天啊，好多汁哦！我要来开开我的最后一个哦！不要鲍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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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鲍鱼，不准吃鲍鱼，不准吃鲍鱼，吃鲍鱼就完蛋了！快！哇，天使红虾哎，好棒哦！好大只的天使红虾哦！它这里啊还有剥虾壳的服务哎，如果你有需要剥虾壳，你可以跟他说，他会直接在旁边帮你剥好，然后你再拿来烤，一定要是还没有烤的哦。高级料理，天使红虾是基本的吧？嗯，是不是？我来吃这个。好哦，最便宜的你就有这么多种可以吃哎，然后798你还多了，哇，五种的肉品，牛肉啊，然后还有五种的猪肉，还有羊肉、樱桃鸭都出现了，而且这边还有一些海鲜料理哦，非常好吃。然后如果想要吃到顶级的肉品，你就可以选择898，非常好吃。有鸭你妈妈刚刚吃的那个乐眼牛，超棒的。还有鸭你妈妈最爱吃的伊比利猪哦，这边全部都有。而且还有妹妹不敢吃的凤螺，结果她超爱的。她现在因为是新开幕，所以还有庆开幕的活动啊。你只要 Google 评论5星，然后并且打卡，她就可以享受
88折的优惠，而且如果你又是当月寿星的话，寿星本人78折的优惠哦。大家如果想要我们吃什么东西，或者想要我们挑战什么游戏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跟我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